就是假啊！是阮妈叫江崇仁把我进病湖，我根本就无破病啊！江经理，张调啊哦，你这边先袂去啊！江经理做的业总算得到报应啊！啊，这摆伊的噩梦才都要开始啊！江处长，我买乌龟啊！妈，妈丢啊！你看到江家崩败啊，你心内第一唔甘，你是不是因为？甲江中年因好是江英团，谁做同款？你当作是江英团。伦伦，爸，一定你无想。喂，万东，喂！这是江中新手段。是啊，你话知我想要知影情报，我一定甲你斗三工，把你出去。你肯定是炸弹的。你找到对象？江泽钦。江中年，我跟你讲。死狗啊！你有报应的清犯啊！哎呀，阿伯已经决定了，搞怀疑，搞好你来找我。哇！伊的脑瘤变大，佮转做是恶性，看起来时间无从介久啊。我需要协助超越，安尼就当继续留伫咧环宇集团啦。我脑瘤已经真严重啊，对身体定义是不好啊，阿伯赶紧用转心术，我袂能，就要等死。